安。佢揸好快啦。應該係咁嘅，撞咁樣去。嚟嗰啲水啊！哦，呢個係水櫃嘅水啊！撞到咁 Q 型啊你！刚刚我们就是报完案了啊，处理了全部东西啊，都用了2个小时这样。幸好啊，我们就是有 gas cam 了，不然啊，真的是头痛被咬啊。因为佢有讲佢青灯嚟啫嘛。我哋嗰度影到个青灯啊，系啊系啊系啊。讲佢青灯嚟啫嘛。系啊系啊。后屘好彩我哋有 dash cam 啊，就证明到，诶、哎，我哋系已经系青灯先行嘅，佢系红灯嘅。所以呢个 dash cam 重要。个车真系争啲咩？如果系lorry嘅话，哇，紧张啊！佢揸好快，讲真。好快。转啦，有冇思考要停啊？有啲水啊。哦，呢個係水櫃嘅水啊！撞到咁 Q 型啊你，真係水櫃嘅水啊佢嘅，穿開嘅水櫃，開都開唔到啊！開唔到，只牛飛都喺嗰度出嚟嘅，覆曬喺度，呢度爆曬，呢度 frame 都撞開，佢揸好快啦，應該係咁嘅，撞咁樣去，佢應該係咁啊，唔可能喎，後屘啊！哦，得到八到。啊，我哋食个早餐先。哎，佢冇心情啊，佢。先出睇一个月到，真系好伤心啊，兄弟。最紧要人冇事。最紧要人冇事，系。真系好庆幸啊，人冇事就得噶啦。好彩阿威嘅，我阿威冇事啊。我请你食嘢。OK， 我们就是刚刚回到家了啦。刚才就是有一点乱了，我就是没有讲得太清楚。像今天呢一早的时候呢，我弟弟就是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哎，就是说给人家撞到屁股啊，就叫我过去帮忙看一下怎样，因为他也是没有处理过，虽然我也是没有遇过啦。哎，拆，大家来洗。一开始的时候就听他讲，哎，撞到屁股吧，就还好啦，就想说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啦，撞到屁股。对，刚对不的嘛。哦，对不正啊，你哎呀，没办法啦，没得北面啦。那你知道一看到车的时候，整个旁边就是超级的严重。然后再看回那个 dash cam 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吓到我啊，成个车我嘎嘎的。然后那辆坎丘的车头几乎就是毁掉了一半呢、啊。哎，咁样你睇到就知道大概有几快啦。即系我弟弟就是非常的心痛啊，因为就是新车嘛，才买没多久，哎，就遇到咁嘅事。幸好他真的是砍超罢了，不然啊，哇，真系应该好伤啊，好伤，会好伤。如果大行啲嘅车嘅话，就会系好伤咗。而家至少咁样系撞到下咁样背脊伤少少咁样啦，不然啊，驾车隔壁那个、啊，我觉得会受伤啊，真的是蛮严重的。如果比较大量的车，如果是萝莉啊，真系好紧张了。整件事幸好真的是没有人受伤，只是一点点的皮外伤，这样 OK， 这样 OK。这样整个事情其实是这样啦，像一大早哎，他们就是叫驾车去 service 的。这辆车其实才买刚不久吧，才买了一个月多，他就不会送吗？哎 ，service 车了上车了嘛，然后去的时候。他是等着那个红绿灯的，然后青灯的时候他要过那个车，然后直接就嘣了，可能他没有看到是红灯，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是怎样，真系好惊哦，讲真咁样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女生就是非常害怕，就没有下车。我弟弟去问他东西，他都没有讲话，然后才问多一下的时候，他才讲着他过的时候是青灯的，真的是幸好我们有 dash cam， 不然的话啊，以那个人的判决啦，因为你们各自都是有讲青灯吗？又讲青灯，我又讲青灯，咁我冇证据啦，冇证据咧，到最尾就系各自赔假机噶啦，即是你各自整自己嘅，咁我变开，哎，明明我冇沙冷，我咪好蚀底咯，咁样样，就是非常的幸运，就是有安装到这个 dash cam， 就是买车的时候多大有送了，像我自己认为啊，不幸中大幸，真的是没有人受伤，那个女生也是没有受伤，她只是啊好惊，然后整个过程呢，我们就是没有怎样看到她，也没有跟她讲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好去骂她的啦，冇得好讲啦。一啲意外嘅嘢，可是你看得出啊，他丝毫没有 blink 那一，真的是很过分嘅，这样子我觉得。
你是亲人的话，可是你看着那个车已经过到一半的话，你真的是 blink 给人家过吗？哎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可能他反应唔切度啊，呀吓到啊！有啲人就系可能佢系新手，咁样睇个样应该系新手啊，我哋完全冇对到佢嘛。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吓傻了，或者是怎样就冲出来啊，咁都唔切得，嘣，很快一下，那个速度真的是很快一下。所以说、啊，经过了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啦，大家真的是要安装一个 dash cam， 真系爱安装。我个车都冇啊！啊，系咯，讲下。系咯，吓、啊、你先乜讲？叫人家安装，自己又没有安装。没有，经过这件事过后啊，我真的非常认真去思考这件东西啊，我就要去买这个 dash cam 了，真的是要去买了，不然呢、啊，我胆惊啊哈！不是说什么啦，以防万一啊，不是你不小心，你懂吗？是人家不小心，我都讲了嘛，没。所以迟一点呢，我就去survey一下哪一个 dash cam 是比较好啊，比较性价比的，应该哈。然后我再做一个开箱影片这样啊，顺便介绍俾大家。我意识到佢真的很重要，因为真的是好同被咬那个沙。真就是讲，他又讲了情灯，你又讲了情灯，幸好你就是有 dash cam 可以证明到，好彩也影到清清楚楚啊，国家不错。你这边讲的嘞。这样我弟弟当然是非常的心痛啦，因为新车才买一个月多，然后就我咩差都就炒开心心咁去 service， 先行到一千啫嘛，第一排一千啫嘛，一千行到一千 km 啫，就攞去 service 啊，咪就 boom， 这样现在报案了，那个沙镇就是说啊、现在证据都很明确啊，就是 crime 那一位 control 的咯，就是这样啦、啊。现在的话要等星期一，我们要再去那个警察局那边拿那个报告什么东西了，然后再给那个。做insurance的人就要给资料他去处理这样啦，这真的是非常幸好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说受伤流血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吓亲死咯，吓亲死咯，咁冇变啦。咁最重要起码系咁啦，呢啲钱财身外物啊嘛，有命仔先可以继续搵钱啊嘛，最紧要系咁啦。即系本来就是没有打算要拍这个影片啦，就看到车主这样的反应，然后那个沙镇这样讲，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处理啊，还有这个 dash cam 的重要性。所以最后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讲，真的是要小心开车，要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即系唔系搞搞笑嘅，马路如虎口啊嘛，咪细细个就要搞啦。然后这件事真的是令到我觉得 dash cam 非常重要，所以大家真的是有需要去安装一部啊。你说不要前后都好，起码都有前面的啦，最少都有前面可以睇下，或者系点样帮你做个证明啦，咁样样。唔系你唔小心，系人哋唔小心，但系好好彩，大家都冇事，都好好彩，证实都唔系错，呢个系真嘅。我就有带埋 laptop。去，因为我怕他导入不到那个 dash cam 的画面，一看的时候真的是有吓到我，好快，真的好快。所以话呢个马路上有好多猛禽乌蝇，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开车。还有，我觉得真的是要安装一架 dash cam 啊，唔使讲咩，唔使去解释咁多，直接啊睇片啦你。然后还有一个状况，因为我们就是在里面嘛，我另外一位弟弟还有姨就是在外面等啊，他就是有看到他跟他的家人怎样解释解释啊，然后我弟弟就拿这个 video 给他们看，唔使讲啲咩，唔使拗，唔使咩，唔使解释。直接一粒就得啦。嗰时你哋冇同佢讲啲咩啊？我去揾你嘛，佢讲一讲，我攞片啲咩睇，等于冇得讲，直头完全冇俾你讲。OK 啦，这样大家记得真的是要小心开车。OK， 拜拜。